我们是说第二胎国家养你怎么看？所以第二胎他开始有每个月10000块，然后为期6年，总共72万的补助。这样哦，卖软话给人，都随便谈随便。我有时候谈价的时候，那你是认为一定选不上才乱谈价，是不是？所以 ，OK， 我也讲真的，1280，你说零元的，零元台湾，你的钱是从哪里来？从天上掉下来？如果有那么好的事啊，怎么轮得到他去想出来？我们难道我们这些智商都那么低吗？所以第二胎他开始有。每个月10000块，然后为期6年，总共72万的补助。我们是说第二胎国家养你怎么看？就要选不上。好，谢谢。他还要动员里长去出席他的会议，你觉得 OK 吗？不知道你笑是什么意思。有读一点书，拜托读一点书，认真一点。